这哪是新车呀、啊？这是一个最破的车，2万块钱的车。去云南最好。你们说甩姐吗？我已经找不到甩姐了。有让我回家的，有让我找去云南找甩姐，还有让我去四川找娜娜，让我回家找金总。去云南收山货吗？我今天。现在情绪好一点了，刚才实在是抱歉大家，刚才真是崩溃了，我聊着聊着崩溃了，我现在情绪好一点。我想给金总打电话聊聊天，60%的电，这个手机。很久没给打电话了，刚翻到他的电话。哎，又帅。哎，金总。你在忙吗？哎，搬完了吗家？搬完了。搬完了。嗯。然后。那个，你在忙吗？计划呢？你去哪儿？你能直播吗？我现在呀，我现在这会儿还没忙完。你要是忙完能直播就好了，咱俩。我晚上下班回家还差不多。嗯。我看看一会儿，我要是工作能忙完早的话，我就把手头事儿或者是弄到明天做也行。嗯。弄到明天干，我也可以先回家早一点去。你看看，如果是你要能直播，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呢，然后。哦，你直播呢？嗯，然后那个。刚才跟家人聊会儿天儿，如果你要是能直播，我就等你一会儿。哦，我感觉你好像有事儿似的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我一会儿跟那个下边交代一下，我不行我就先回家呗，我剩下事儿明天干也行。那我等你呗。先回家，我一会儿回家跟你聊一聊。那我等你。感觉你好像有点情绪不太对似的。没事。你那个。行，那你等我一会儿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回家的时候，完了。你要直播的话，你就那个直接跟我连线就行了。我现在在外边呢，我就在这等你一会儿啊。好。你等我一会儿。行，那我先挂了。让那个往家赶。啊，好。嗯，好嘞。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我们等他一会儿吧，他说一会儿。
他说一会儿他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，然后回家去直播。我们等他一会儿吧，家人们，如果你们没事的话陪二帅等一会儿。但是你们别告诉他我刚才哭了啊，别跟他说我刚才哭了，这个事儿不好。靠朋友，我义乌也有朋友，但是我现在这个情绪我没办法去找他们聊天又吃饭这些，我已经没有情绪，我就没有任何什么心情都没有。怎么弄呢？我怎么弄呢？我怎么解释呢？我就是搬了家了，今天搬了家以后，我就把东西都全部放车里了。有刚进来的家人可能没看着，我把都放车里了。我现在没有地方去了，我不知道该去哪儿了。金总一会儿回去直播，我们等他一会儿呗。可以找老乡，你老乡杨哥聊聊天。宋哥，你说是谁？哪个杨哥呀？房子卖了，租的房子也到期了，啥都没有了。感谢大家给二帅点赞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伙儿啊。你们打的字二帅都能看得到。有电还有60%呢。感谢何总的墨镜。谢谢美丽东方，保重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尽量调节我自己的心态吧。感谢炼制的这霍姐炼制的墨镜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感谢烟雨奇迷，谢谢你。感谢何总，谢谢大家送的小心心，谢谢你们。先回家直播带货，然后再进下一步打算是吗？没吃饭，感谢杨哥送的墨镜。我没吃饭，我吃不下去，现在我吃不下去饭，我什么都。感谢龙泉美达送的墨镜。所以大家今天别那个嫌弃二帅啊，今天就是有点心态有点崩了。感谢陈全信的墨镜，心态有点崩了，心态崩了。感谢无痕的墨镜，我就情绪的那
不能平复下来，饿坏了怎么办？饿坏了，饿不坏？对，身外之物，我其实把那个，我感觉把那个看得特别不重要，原来我觉得太容易了，赚到太容易了。但是我今天感谢霍姐炼制送的墨镜，但是我今天此时此刻我体会到了它有多重要，它有多难赚。跟娜娜联手，哎呀，联手。其实我知道，我要是有一天带货，大家支持我，我也试过，我帮我朋友卖那个洁面巾，大家确实也支持二帅，买了不少，都实单实单的拍，不是十个十个，不是十包十包，是实单实单的拍，所以大家都很支持二帅，我就很感谢大家，所以今天我把直播打开。白天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聊聊天儿，给我出出主意，因为我现在很无助，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。感谢金融送的闪耀星辰，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，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，全部都乱了，计划全部都乱了。别凉着，这里不凉，现在晚上凉，白天还是热的。其实你们说金总有钱，有钱，然后我跟他稍微好一点了吧，很多人就说我吃软饭呢。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好强的一个男人，他跟我这样一说我接受不了，但是我也不会拉黑他，我也不会删除他，让他去说吧。但是虽然也不止他一个人说嘛，也有很多人去看这样看待这件事儿，所以我自己内心自尊心就受到一点伤害。黑粉没事，黑粉也是粉。感谢杨哥送的跑车，谢谢杨哥，谢谢杨哥送的跑车。哎呀，你是他们是嫉妒我吗？哎，有什么可嫉妒的，我都这样了，谁还嫉妒我呀？总结一下失败的经验吗？我失败的经验就是太善良了吧？其实我又学会了一点，做人一定要学会自私啊，一定要学会自私，无论是感情、爱情还是生意，一定要学会自私，只有你自私了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利益最大化。爱情也一样，当你给一个人一直去付出，一直拿真心的去付出，然后得到了一句话的时候，你就会承受不住。
杨哥问我了，杨哥问我什么了？杨哥，我没看到，刚才飘太快了。杨哥，哎，杨哥，你刚才问二帅什么？没看着，我翻不过来了。好的，何总，我看见了，有什么困难找你，我看见了。我相信杨哥也在义乌吗？我相信，我们直播间家人们肯定也是有很多是做生意的老板，也都做过生意。做生意啊，在呢。杨哥是哪个杨哥呀？然后做生意肯定会有失败的时候。包括你别说做生意了，就是你做一件事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，那这种失败和错误只能由自己来承担，去面对你犯下所有的责任都是你自己的，谁也不要怨谁，自己承受，等到承受到你自己崩溃的那一刻哭一场就好了。杨哥是杨哥，是你老乡，杨哥是我老乡吗？杨哥来了，有什么困难不要着急。好的，杨哥，我是什么申请出战，谁要连麦干嘛，我挂断他，这不是金总，我是那个房子到期了，东北的家卖了，然后义乌租的房子到期了，到期了之后我把东西全部放在车里了，那、no。